起大平原上的游击战争，要从头来说可也太长了。咱们掐头去尾，只说战争进行到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那就从有名的五一反扫荡开始。
是我儿子团里的石排长，石大个子。赵大爷，我就是石大个子。我儿子呢？大爷，赵团长他们已经到了太行山。放心吧，他们还会打回来的。你伤得不轻啊。没事儿，我们本来就没打算活着，都跟鬼子拼了。没想到我还活了过来。赵大爷。你没事吧？我没事儿。石排长，躲起来，快！你快进去！ 哎呦，这儿还一个活的呢，干什么呢？说，这是俺的家，捡点有用的东西。赵连荣，你儿子是八路军团长，你当我何志武不识数啊？哼，俺知道你识数，从一数到六，往下的就不知道了。哎呦呵，老兔崽子，算他妈你说对了。 你儿子打死皇军千百号人，拍拍腚没打招呼就走了。我能饶得了你吗？喂，搞什么意思？见他妈一奶！嗨，说，老兔崽子，你装哑巴？说，八路的伤员在哪儿？不说，我把你五脏六腑揪出来晒干儿。不给你娘了吗？混蛋！老东西，找死！喂，嫂子，你等等看。 八路，出来！交枪不杀，我们也又在俘虏。哎，周八路，别往里躲了，我都看见你了，快出来吧！啊？你他妈出不出来？有胆量就出来呀！过来！喂！老东西，往前点！ 受伤了，我没事，我没事。快走。
놓고 부대에 가하루. 메레지네 세엔 부대와 깨끗하네. 아이. 하치 놓고. 다시 놓고 나가니 이끌었나. 石更新
何之武。你，老实点。石大哥，都是中国人，睁着眼闭着眼算了。你算中国人，我看你像条狗。这年头做条狗也不容易。其实原本我也是条汉子。好吧，那我就成全了你。妈呀！告诉你个日本老子，我史更新在这儿等着他呢。太君有八路啊！太君，太君，吉姆啊，お前はどこにいたか？太君，私は中央の警報を保護する。私は少しを発見しました。少しどんな人ですか？ルサイソンのコンペッション隊長です。あれの関係って私たちはリスンソンの部隊を包囲でしょうか？そうです。ご関係で私たちはルサイソンのコンペッション隊長包囲ならば、ルサイソンの部隊を全部包囲でしょう。手を命令し上手と激。86の小力部隊を軽滅し、少しを加速され。私はメスでいた。首都はどこで？遠いでね、あそこです。軍長ほど。それでよ。这边。是八路军，是八路军。哟，你受伤了，可这儿不安全呢。走，跟我走啊！来，同志，
同志，你叫啥名字？石更新。哦。哎呦，好烫啊！志如啊。吃点啊！要不是鬼子折腾的，怎么会受这个罪呀？孩子，你在这儿别动，俺回去看看。要是村里没有鬼子，俺就叫儿子定帮来背你，到俺家去养伤。你放心好了啊。志如啊，你在这儿照顾一下你史大哥，俺先走，找你哥他们来。是的，哥，吃个鸡蛋吧。啊。谁？啊，你是警卫排长史更新吧？我是刘干事。刘干事，咱们应该认识。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大部队呢？大部队已经撤走了，很多同志都牺牲了。哎呀，石排长，你伤的可是不轻啊！没啥，我能挺得住。你怎么没有跟着大部队走？我留下来有特殊任务。你先在这歇着，我去找人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石排长，你千万不要动地方，我马上回来接你。史大哥，啊，我看他不像个好人。啊，刘干事，等一等。前面有个钢窑，我们到那儿去躲躲。好吧。区长，定吧，就这么定吧。您安排一下吧。把这些红薯给史排长带上。娘，您先留着吧。大娘，等把史排长接回来。再做好吃的，大娘你放心吧。娘，娘，志如哥，志如，不好了，你咋回来了？史排长呢？叛徒刘干事发现了我们，我把史大哥藏到钢窑了，怕你们找不着，就赶回来报信了。走，快去看看。嗯，走，走，娘，您等着啊。局长，到了。别急，丁邦，你和尚武把敌人引开，我们去救史更新。好，走，尚武，走。到窑里搜去。是，娘。过来，前面带路。哎哎。活的！
他妈干什么呢？真他妈废物，看你这倒霉样，我他妈崩了你，让我死那么多弟兄。史排长，人家都叫你史大个是吗？你看我个儿大吗？大，那我以后也叫你史大个吧。小胡子，你得叫史大叔。你叫史大个，你爹非揍你屁股不可。拧耳朵。胡子，我不吃，吃点啊。听听大叔说，你一个人跟五个鬼子拼刺刀，把他们都赢了。那可不叫赢，那叫生死搏斗。你呀、得跟你史大叔，学拼刺刀，当个拼刺英雄，怎么样？好不好啊？局长，你进屋吧，让他们早点休息。好，有情况就通知我们撤到地道去。好的。嘿，就这样，一起睡吧。啊，来，你们还没睡啊？好，金局长，快去睡吧。老师，这就是区委书记兼区长金月波同志，我就是他们救出来的。老丁，你还不知道吧？我跟金局长啊，是在赵庄打仗之前就认识了，老相识了。金局长，赵庄这一仗打得很艰苦，我们牺牲了不少的同志。你看，鬼子和伪军死的更多。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区里接到上级的指示，要我们把主力部队留下来的伤病员就地隐蔽起来，和地方民兵一起坚持斗争，把鬼子的主力部队拖住，配合我们的大部队反攻。好啊，老弟，你看怎么样啊？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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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坤，你盯住何大妈，我去抓谢老帅，倒要看看这两个老滑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回来了。回来了。哎呦，是民兵队长啊。今儿晚怎么有空到我们家来了？是您呐，来里边坐，来来，坐坐。凤儿，快给你定邦哥拿点干货尝尝。哎，定邦哥，你吃吧。不用，吃吧吃吧。哎，来来来，尝尝啊。时候不早了，你们娘俩歇着吧。俺们出去谈个问题。快走。快点，定邦老爷们儿，你这是把我拉到哪儿去？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别言语。到地儿了，你是想死想活吧？我当然是想活了，想活。想活就说实话。我问你，这两天你干什么去了？你心里明白？这我明白。这两天鬼子把我拉到炮楼里修公路去了。你少跟我绕弯子，说。开门了！开门！快开门！谁呀？我。你是谁呀？我就是我，听不出来啊？哟，二秃子，你找谁呀？找谁？我叫你儿子孙定邦，他把我二叔抓哪儿去了？他妈的，他凭什么随便抓人呢？他不在，你到别处去找吧。你要是不说，我有办法治你。我说，今儿我干了件不光彩的事儿，他们让我到桥头镇去开了个会。起来！哎呦，敌人给你什么任务？维持会长啊，是何大拿。我呢，是副会长。本来想找个联络员的，可因为没找到，就由我衔接着。定邦老爷们儿，这话都说完了，小凤和他娘
都在家等着我呢。您呢，就让我先回去吧。啊！哎呦，站住！孙队长，我什么都说了，你还不信吗？你骗不了我。你跟何大拿在我家附近干什么来着？嗯？他让我拿着黑名单，我呢就让他拿着。什么黑名单？这头一个写的是你孙鼎邦，这第二个是李金奎儿，还有呢？还有，我就想不起来了。哦，对了，还有两张安民告示。少废话，捡重要的说。鼎邦兄弟，孙队长，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嗯，哎呦，大兄弟，我给您跪下来，跪下来，你就让我好好的想想，想想。哦，对了，听何大拿说呀，这个在天亮以前呢，这个伪军和鬼子呀，要包围这一带的村子，小李庄是他们的重点。说，他们要出动多少兵力？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啊，这个你得去问何大拿去。大概有两个中队。鬼子可能很快就采取行动，按何大拿提供的黑名单抓人。我先把何大拿给批了，让他活不过今天。批了何大拿有什么用？现在关键是要把黑名单拿到手，好把这些同志转移。丁邦，你跟我去找何大拿。去聊，我也跟你们去吧。不用了，那边还有李金奎。我也去，我要杀了何大拿，报杀父之仇。老丁，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不过你去也行，但要服从命令，见机行事。行，听你的。走。哼，瞧你一天到晚忙活些什么呀，也不像累得慌。哎，行了。里边有什么情况没有？进去就没动静了。嗯，金奎，现在有个新情况，要惊动一下何大拿，造成小李庄有主力部队，拖住鬼子的后腿。您先留下，里边有我们就行了。快起来！哎呦，快点，快点，快一点！你就是何大拿？是何世昌，何世昌。他们就是八路军正规军。哦，来找你拿一样东西。啊，我是看着家属啊，需要的随便用吧。何大拿，哎，别跟我耍滑头。啊，不敢不敢不敢。小姐，小姐，李金奎，哟，告诉三连长，让他们外边肃静点。是。三连长，好。怎么？还要我提醒你吗？赶快把那个安民告示和黑名单交出来。没有名单呢、啊。没有。你到底是交不交？我实在是不知道啊。三连长，你是何大拿？认识我吗？认识认识。你是丁家那三小子吗？饶命！算你还有眼力！饶命！饶命！饶命！十二年了，饶命！我交代，我交代，我交代。让我先松开他。快说。是，在这儿。您看是这个吧？何大拿，在这笔账先给你记着。
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在附近。告诉你那个当翻译官的儿子何志武，是是，再给日本人干活，绝没好下场。是，一定一定一定照办。走。今天算你聪明，记着，咱们的事还没了。嘿。吓得成这副样子，真是没用。瞧你平时那神气样，哼，现在倒好，没出息。哎，尚武，怎么还为昨晚的事儿憋气呢？孩子，你也累了，快歇会儿吧啊。喝完水，喝吧。孩子，你像是何大拿的闺女何志贤吧？娘。啊，哦。尚武。是的，我过去是叫何志贤。你是何大拿的闺女。我一定要跟他算账。孩子，你这是咋了？我不能跟何大拿的闺女在一块混。尚武，我只是瞎了眼。我尚武，你们别拦着我。孩子，不能找他，不能这样。老丁，把刀放下。哎，你的刀怎么能够杀自己的同志呢？你们干嘛都护着他？老丁，别冲动，你应该冷静一点。我们可都是抗日的兄弟姐妹呀。可你们知道，他们欠着我们丁家的人命啊！就因为我们家欠了他们家两斗租子，他何大拿就把我爹扒光了衣服，绑在他家的院子里的柱子上，十冬腊月呀！就这样，我爹被活活的冻死了。大娘，丁大哥，你的仇我是知道的，我也恨我那无恶不作的父亲，才出来参加革命。丁大哥，我们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你是位作战勇敢、心直口快的好同志，但是我怕说了原名，你会恨我。尚武，我们何家欠你丁家的人命是一定会报的。对呀，孩子，闺女说的话都在理儿啊。高司令，不好了！小李庄一带发现了八路的正规军，有一个团呢，还有两个是骑兵营，好多人。哦，我亲眼看见的。你没看花眼吧？昨天夜里他们搜了我家，把安民告示和共产党名单全给抄走了。命令部队撤回。是。向后转，给我撤。驾，站住！回去的命令没用，不许撤退。小队长，前面的土八路有埋伏，
再往前去，危险大大的哟。八路的没有，皇军的不怕，前进的有。毛利太君的命令，我的总指挥，你得服从的好了。太君的命令，你得服从，不服从不行。包围小李庄，回去的不行。嗯，谁他妈也管不着。回去，站住！这是战场，谁也不许撤退。去你妈个蛋，撤！走，站住！八戒、阎罗姑，你们良心统统都坏了！哎，他奶奶的！怎么着，谁也不是孬种！高司令，别生气，千万别闹起来呀！太监，生气的不要，生气的不要。我的儿子何志武哪里去了？他先到小李庄去了。哦，生气的不要。高司令，这撤回去也不是个办法呀。万一毛利太君怪罪下来，弟兄们要吃苦的。是不是想个别的办法呢？啊？嗯，你看。你说土八路不在小李庄，那好，你们在前面打进攻，我们在后面包围警戒。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了，准备好了。局长，黑梅搭上的人都已经转移了，鬼子已经向小李庄开过来了，大家马上撤到地洞去。哦，好，走走吧，走。大娘，快点。哦。仗是靠打出来的，老这么躲着算什么？就靠你一个人打。高司令，辛苦辛苦，看你们走。你少来这一套，你的情报他们一点都不可靠。嗨，哟，高司令，你来了，快请坐，快坐，请，请。好。高司令，你好吗？忙不忙啊？高司令，你坐。您要说我这个情报不可靠，那可是冤枉我了。我这个情报那是千真万确，一点儿不带含糊的。高司令，您先。太君，爹，怎么搞的？你爹说谎，八路的没有。哎，太君，情报的准确。不信你问我的老婆。太君呐，您不要生气啊，这土八路啊我们都看到的，只是他们交换交换地，可不好找啊，是真的。哼。嗯，高司令，你弟不去抓共产党八路军，却在这里玩花姑娘。哼，是啊，我是没有抓住几个共党八路，可是你呢？哼，你弟不给阎路，你的王八蛋，别忘了，这是我高某的地盘。哼，什么你的地盘，统统是大日本皇军的地盘。哼，他妈了个巴子的！来人呐！是。大哥，怎么回事？嗯，嗯，可以可以。嘿，嗯，别别别别。队长，司令，都是自己人，别伤了和气嘛，啊，消消气，消消气，都消消气啊。高司令，
毛利太君当年呐。我这次看在毛利太君的面上，不然呢，我早把你看上了。走。小小姐，小小姐，消消气啊。花姑娘，是你把高司令留在这儿，不去抓八路的？她是我的老婆，自己人，自己人呐。自己人。哟西，太君，享受享受。带走。太君，不能不能这样做呀！太君，不能这样做！哎呦，我说志武，快给说说情。哎呀，您急什么？完事儿了就回来。这叫什么事儿啊？你们应该了解目前战局的情况，我们应该以和睦相处为好，不能因为你们个人的恩怨而影响大局，你们得明白。嗨，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啊，高司令，回去做好战斗准备，今晚协同作战，袭击小李庄。是。あなたは豚です。あれは中国戦力は一つもしていません。もし後ろの部隊はないので、わしは真っ暗、全部になく。この軍隊は無能のものです。わしは戦前仲いので、ヘレを壊すこない。わしは必ずあちらを利用する。ここで。まずかくに。今天便宜小鬼子了，我老丁打仗从来没这么窝囊过。快点，快点，快快快点，快快地！哎！快点，快点！是那边。好，仔细的搜一搜啊。是。哎呦，大侄子，有情况吗？连屁都没有。我就不信。闪开点！八路，不，你不能动她，她是你妹妹何志贤的，不能动她。老实点，不许胡说。孩子，你就听爹这一回吧。主，你不能动她。妹妹，我说孩子，你就听爹这回吧。你要把你妹妹说出去，咱们爷俩全没命了。知道什么你？
快走，走啊！我说没什么吧？怎么样？没什么，没什么。我刚才看到一个女的，好像你的闺女何志贤。哎，我说谢老赵，你不能睁眼睛胡说八道啊！不会的，是真的，是真的。咱们爷俩谁跟谁？捆住我！拉屎了你！发现什么没有？没什么。高司令，我说没什么吧？啊！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啊！瞧你们的茄子样！不把土八路挖出来，我把你们都活埋了！红哥哥，退休，记得把你阿斯玛了。是的，嘿，都是没有用。大佐阁下命令，通通到长院去集合。哼，就他妈你有用！住手！大家都是朋友。客气点儿。哎呦，我肚子疼哎。谢老赵，你跟我耍心眼儿行吗？啊，到床上去。让开！哎，好，这是村里的账啊。让开！走吧。太君，太君，我请大家来，是要你们选出小李庄的维持会长和副会长。都听着，这是皇军给你们的自由，别他妈不识抬举。乡亲们，我何志武举贤不避亲，你们要是一时半会儿拿不定主意，我提两个人，一是何世昌，那是我爹；二是谢老壮，那是我大爷。你们要是都不反对，皇军就这么定了。怎么选这个呢？我选何世清。对，何世清好了。乡亲爷们们，我们家祖辈没干过一件缺德的事，你们让我当维持会长，还不如把我剁吧当狗肉卖了，弄点钱也好修条路。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何世清，就是处事的事，清白的清。有戏。你是什么人？我是庄稼人。你得什么得干活？我什么活都干，就是不干坏事。你这把老骨头到了沤粪的时候了吧？你他妈是活腻歪了。跪下。哎，我何世清跪天跪地跪父母，要我给你们这帮畜生下跪办不到。哼，埋了他。是。你们不能这样。走。你快。快！
亲爷们，你们快点把围着会场旋转呐！不管选谁，只要选他，就能救何志清的命啊！快选呐！我选何志昌和谢文华。同意的举手。都他妈的举起手来！不举手也算通过了。何世昌正会长，谢文华副会长。谁知道八路点藏在什么地方？说出来有赏。嗯，我知道。太君，这孙定邦一家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了，村里的民兵也跟着这小子跑了。不过他们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们家的媳妇儿和老娘全都在这儿，我可以一个个把他们全都点出来。你们不能信这二秃子，他是个疯子，他是个疯子。孩子，我认你们八辈祖宗，谁是疯子？你们他妈才是疯子呢！何世清，你们八戒喽，他妈八嘎，你比八嘎，爷爷，我操你回去，我操你妈这个老王八蛋，我操你妈，回去，太君，我现在就告诉你，这帮老娘们是谁，你可以去审问他们，你就全都知道了。他就是李金坤的媳妇儿，他们家。谁给谁啊？我是老八路，有胆量给我站出来！一滴一滴一滴！小日本，你们都不得好死！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少し。一个做到底过来。
车。快！出してくれ。はい。石排长，嗯，乡亲们都已经平安转移了。那好。可村里有些妇女和金局长他们被抓，现已押往桥头镇，咱们得想个法子。嗯，这样吧，你和老丁还有李金奎，咱们四个人马上赶到桥头镇去。不管怎么样，咱们一定要把金局长他们给救出来，不然咱们就是泥捏的，拉做的。嗯，走。上国。嗯。哦。妹子，别紧张，有我呢。给，跟着我。报告队长，刚才高司令派人来，叫咱们帮着挑几个漂亮的姑娘。知道了，走。哎，怎么回事？有劲儿没处使啊！哼，高司令有请，我倒要看看哪个娘们儿有福气。吊石棍，我看你敢！妈的，我倒要看看你这福气！子弹上膛！弟兄们，咱们三村五里
离得都不远，戏论起来还都沾亲带故。你们就好意思把自己的姐妹让高铁杆去糟蹋？你们还都有良心吗？我可告诉你们，这么干谁都得不着好去。不信就进了南面见。杨军，别给，把庙门关上。太君，你们什么的干活？花姑娘的干活，大太君的命令你得明白。我的不明白，没有高司令的命令什么的也不行。哎，你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干。我操你。花姑娘的厉害，大大的厉害，统统的拉出去。弟兄们别怕，我去报告高司令。小民在集合，
내라 너 대거 전부터 루이로. 把枪放下。요새그거어시드쿠래어시드쿠래どんなことかありますか。ここに立ってくれ。はい。看在高司令的面子上，这次饶了你，下次的不行。盯住门口的哨兵。好的。杀了你我还舍不得，告诉你，你先陪我玩玩，明白？
疼。好厉害！想到我就不信我治不服你。巴嘎呀噜！畜生！哪个的？什么的干活？区长，别怕，我是孙定邦。快，大家别出声，都别出声。快，大家把绳子解开，来，快，轻点，轻点。来来，慢点，轻点。别慌，大家都跟我走。跟紧点，快，快点，跟上。石排长，你看，你们先走，快点。好，局长，这儿。好，慢点，慢点，按着前面走。石排长，上午，金局长和李金奎已经领着妇女安全转移了。好，我们撤。好，走。
大平原上的游击战争，要从头来说可也太长了，咱们掐头去尾，只说战争进行到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那就从有名的五一反扫荡开始。
藏起来。啊，님은민핑하지놓고안에받아가다시나와가로你是什么人大神我叫武南义雄来中国作战已经两年了这个仗我是不想再打下去了我不愿看那么多人被杀我的妻子和女儿都盼着我早点回去我母亲想我都想得病死了大神救救我吧我不信你们杀了多少人你们的良心都让狗吃了报告毛利太君，八路军的侦察员萧飞连个影子也没有发现，只发现了一只鞋。太君，叛逃的武南义雄找到了。现在在什么地方？被小李庄的田大姑藏到田家洼他娘家家去了。你亲眼看见了吗？是，他们还以为我是抗日干部，叫我做武南义雄去大后方的工作。不要讲了，立即将武南义雄抓回来。是你得抬路哎卡里瓦天太酷，田菊花儿，哼，我们知道你把武南义雄藏起来了，现在你把他交出来，我们把他领回去，让他回日本的家，你得明白。太君和你说话呢。这是一头猪。哼，我这儿只有猪，没熊。你得怕死不怕死？我要你知道什么是厉害。八嘎！怕，可不怕混蛋。姓田的，告诉你，别他妈不识好歹。太君是看你还有几年活头，是可怜你，才和你说这么多话的。说，武南义雄藏哪儿了？不说我毙了你！姓何的小子，你照姑奶奶这儿打打呀！呀呵，臭娘们儿啊，嘴还挺硬的，你当我不敢打你是怎么的？别他妈给脸不要脸！我扯破你的狗脸！我，田大姑，你不要激动，武南义雄已经背叛了天皇，他的良心已经坏了的，你的良心不要和他的一样。碰上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东西！我的良心还敢好吗？八戒呀路
说呀，你他妈快说！五十三天八个。畜生们，你们是人养的还是狗生的？姑奶奶可不怕你们，你们看呐，你们看呐，你们看吧。呀！わしはこれである。殺してください。殺し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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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姑，武男，不许当着畜生们哭。殺してください。殺してください。殺して、殺して、殺してください。あれを取ってくれ。殺して、殺して。殺してください。殺して。殺して、殺して、殺して。听声音像是田家洼那边。金区长，金区长，田家洼有情况，武男一雄让毛利抓走了。哦，知道押在什么地方吗？听说押到县城去了。你马上找到肖飞，让他一定想办法把武男救出来。是。一块去见田大姑。田大姑，请你不要误会，快走，请相信我们是朋友吧，快，快走，快。哎，小心。田大姑，田大姑，你好好休息，我们会照顾你的，你很快就会好的。大姑，别忍着，要疼就喊两声。小飞，田大姑，让你受苦了。你哭什么？给我憋回去。你是我的兄弟吗？是，我是你兄弟。我一定给你报仇。那就参加八路吧。八路我不参加，我不赞成。八路军怎么不好？是谁救的你？八路不好，八路瓶子刀铁炮的给。八路不好啊，金区长，他说八路军和他拼刺刀时，我们开了枪，所以他一提这事就很生气。
吴楠兄弟，你还是该跟金区长他们走。现在不能离开你，大姑。我不走，你就是我的亲人，我不能离开你。你不是要跟我报仇吗？要。那就好，那就跟金局长走，要不就回到鬼子那儿去。我大姑，田大姑，大姑，田大姑，大姑，田大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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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大姑，局长太君，你的命令我一定服从。好，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是同志。啊，同志？对。他伤口已经化脓了，还发着高烧，我手头已经没有药了。让谢老专去城里买药，现在还没回来，真急人。谢老专这个老滑头，指望他办事儿，那还有准儿。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住伤口恶化。好，只能靠盐水了。得想办法弄点药品呢。现在情况很紧张，史更新的伤更重了，可药都用没了。林立同志。把自己的金戒指拿出来，让谢老转进城去买药，到现在还没回来。金区长，买药这个任务你就交给我吧，让林立同志开个药单吧。药单好开，可没钱买药啊。恐怕林立同志也没有第二个金戒指贡献。我也替你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车到山前必有路，金大姐，你就放心吧。现在敌人花招很多，要多加小心呢。好，我走了。皆さん勝利者を占領し、強戦と八六を撃滅せよ。はい。あなたの投撃機で派遣出発し、金庫を了解する。はい。甭管怎么说，这回让你当这个袭击队的队长啊，那就是皇军对你的栽培。队长，我他妈还当警备司令呢。哎，你干什么？撒泡尿。我也来泡。我就是担心呐，这谢老壮哪一天把你妹妹他们住在小李庄的事儿向皇军做报告了，那可就糟了。这事儿轮不着他。我早晚有一天把这改名换姓的林丽抓住了，交给皇军。哎，她可是你亲妹妹啊！我没有这个妹妹，我就是怕让日本人给糟蹋了。她还是黄花姑娘呢。您管那么多干嘛？爹，皇军不就对咱后妈干了那么一回吗？没掉班没掉底儿的，您不也没闲着吗？你他妈胡说什么呀？啊，送你进城念了几年言不书，就长这点学问呢？这本来嘛。他妈！你甭他妈嘴硬，你好歹也得管他叫妈，知道不知道？哎，您这是，跪动！哎呦，你过来！哎，过来！哼，你也配用这玩意儿？哼，地头蛇袭击队。小飞同志。你饶了我吧，我可没干坏事儿，我这是拐着弯救国呢。少废话，扛起车，你也扛起来，快点，快点，别磨蹭。
快点，快点，快走，快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好了，把车放下，你们俩背靠背在这蹲着，快点。还他妈夜袭队队长呢，我让你成鸡头。肖同志，你还不知道，我呀就把他当什么队长，这不刚把他找回来吗？咱哪能让他干这种差事啊？哎，我呀也是抗日军属，林丽就是我女儿。林丽？那还有错？我怎么也得生个抗日英雄啊！不信你仔细看看，他有像我的地方。既然这样，那你就服从我的命令吧。哎，你把何志武的裤腰带解下来。何大队长，老实点，别找死。你把他腰带解下来，快点！哎，老实点，转过身去。跟我动武！找死！躲开！过来，给他绑起来。误会，误会。肖同志，给您捆好了。你他妈的不是我爹，你是共产党。你不是我儿子，你我要把这事儿报告给皇军。你们俩都给我老实点，起来。你，让你们不老实，让你们叫唤。把嘴张开。你，谢谢。蹲下！哼，真是对不起了，委屈你们二位了。我先去办点事儿，你们二位啊，好好在这待着吧，想想怎么抗日。站长啊！啊！站住！哎，去去去！谢。站住！干什么呢你？干他妈这个！哎，你怎么打人呢你？打的就是你！哎，怎么回事？你是带班的？是啊。耽误了公事，你他妈吃不了兜着走啊！哟，是队长啊！哎呀，你可千万不要见怪，他是刚来的新兵。哎，不好意思，请你千万包涵。去去去，请。您慢走啊！你他妈怎么回事呢？你我这。掌柜的，买药。好好好。先生，一共是49.6元。好嘞。嗯，哎，这钱到哪儿去了？哎，到这儿了。我看看，没有啊！哎，你这钱哪儿去了？不能啊！真是邪了门了啊！哎，这样吧，你跟我去拿，不远，一拐弯就到。在哪儿啊？东关医院。城里有这个医院吗？嗨，前天才建成。没钱就别来买药啊！带是带了，不就是丢了吗？掌柜的，有人要赊账。本店从不赊欠，跟他去拿。好，走吧。
哎呦！怎么了？扎我脚了！哎呦！看到了什么？快到前面来！是。门上开，是好，上跟着，来，你们，来，冯志，好，哟呵，何队长，何老太爷，在这儿歇着呢。队长，这是您的帽子吧？太君，我的国是秋游的开普奥霍克库斯罗。库斯里卡奥西塔瓦索克特罗西托卡，游记在多个地托卡。我是全体的消费家尼玛西达，彼は確かに勝利賞いいだ。勝利賞？はい。我是の妹あそこに隠蔽しているの、彼は86の医者です。何先生在你的儿子讲的是真话是さやか君の花です。わしはミニシだ。わしはカオ君と行かます。勝利賞置いてくれ。はい。はい。林立同志，药品都拿回来了，一样不少。
哎呀，金奎儿，快通知金局长，把乡亲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回村看看有什么情况。嗯，走，走，快！哎呀，小飞哥，你哪伤着了？说呀！怎么可能呢？孩子，大娘，这么些日子不见你，大家伙儿可惦记着你呢。我是担任打游击嘛，遇到了就打，哪儿得手就在哪儿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小飞，我们有了你啊，什么都不犯愁了。石排长，石排长，石排长，孙大娘，鬼子把村子给包围了。丁胖哥还有小虎子和部分群众都被困在里面了，怎么办？那金局长他们怎么样？金局长丁尚武掩护部分群众已经撤出村子了。快点，我动他们快点。说你呢，二宝弟，光看什么？妹たちはこの下にあろう。行け。现在情况紧急，大家要做好战斗准备。石排长，我到井口去探探。如果没什么情况，我上去就不下来了。好，找到金局长他们，我想一定会有办法的。去吧，小心点。放心吧。谁让你上来的？这里危险。哎呦，这个。哎，小心点儿。放心吧。哦，可不能把头露出来啊。俺知道。聞いてんの OK。 うん、ご苦心ください。よし、早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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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を見えたか。太君，何队长可不会游泳啊，是不是把他捞上来？都是笨蛋，撤。你把村里的八路军共产党
腾腾地叫出来。是是。李海奇、李金鹏、李龙祥、孙定邦、张一定、李满生、孙广，别他妈再叫唤了。你去把他们都搜出来。我这不你去啊他妈。你们就快点站出来吧，总不能让乡亲们吃苦吧。你弟出来，你你们把人都放了，我会什么都告诉你们的。你是共产党，你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八路军共产党藏在什么地方？你先别急呀，挖洞填洞我都参加了，我带你们去。好的，你得带路。一开，共产党的在哪里？到底在哪里？你得说话，在哪里？兔崽子们，我就是共产党，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孙定邦。哎，准备，小鬼子，我跟你们拼了！得想办法把孙大娘他们从地道里救出来。是啊，地道口在小李庄厂院旁边的井口下，
刁世贵又带领一部分人马驻扎在那里。咱们半夜行动。好。咱们分散行动。好。这次啊，驻扎小吕庄的苦差事啊，又让咱哥们担上了。老兄，刁队长这两天有点不大对劲啊。这谁说不是呢？你看，四十好几的人了，连个媳妇还没娶上，那也用不着半夜里嗷嗷叫嘛。哎，你看那村里连个人影也没有，这把路啊不好找。听说这村里啊尽是地洞，连井里都有人。我得向太君报告去。吕洞，你别走。你别走这儿。把衣服脱下来，快点。听，好，你回来了，大家快点转移吧。金区长和萧飞啊，在上边等着呢。啊，快点。你给我老实点，快。哥几个先玩着啊。武南，马上通知萧飞，可以撤。嗨。可以走了。好。去你妈的吧！走。表叔，表婶儿，哟，刁队长啊，来炕上坐。哎，还不快给刁老弟沏杯茶去啊！快去，真是。来，喝水。哎哎。表妹，这是表哥给你的见面礼，来，拿着。
能是刁队长啊，看上咱们家小凤了？不会吧，你瞧他长得那模样，配得上咱们家小凤吗？真是什么配得上配不上啊，刁队长手里边有枪，想娶谁就娶谁。你愣着干什么呀？咱们俩还不赶快想个主意对付对付他刁世贵啊。哎，你打哑巴了？你看你72个转轴，36个心眼儿，这会儿都到哪儿去了？不是我这刁队长，这阵子你们住在小李庄可辛苦了。那是啊，捉拿史更新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那是那是。小凤这事儿，哦，小凤这个事儿啊，您就放心吧。那就拜托了，包在我身上了，明儿一早我就去办。嗯嗯嗯。嗯，谢老弟，啊，在家吗？谢老弟，家有人吗？哦，哎呦，何大乡长，有什么事儿吗？恭喜恭喜呀！哎呦，您别拿我开玩笑嘞。哎，这刁世贵马上就成你们家女婿了，这还不是喜事儿啊？啊，孩子还小。哎，小凤啊，不小了，这该长的地方都长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家嘛。这过两年再说吧。啊。这回你可不能不答应啊，这刁世贵是高司令的把兄弟，说一不二啊，他连日本人都敢捆，他还怕谁呀？ 啊再说嫁给了刁世贵总比嫁给那臭种地的强吧。啊，何大乡长，你怎么不把你姑娘从洞里拉出来给刁世贵当老婆呀？哎，谢老壮，你这是什么话？哎，姓谢的你站住。姓何的你管不着我，我在你手里没短儿，我不能跟你当腿子使唤。真是的，我连刷带扫凑不着这份买卖。谢老赵，你别跟我转轴子。我告诉你说，刁世贵叫我来不光是给他做媒人，哼，往后有你好看的。哼，姓何的你别吓唬人，我告诉你说，我们见过的多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去，我们老爷子怕过谁？他娘的，我实话跟你说，金钟我都敢撞，尿罐儿我也敢摔。何大娘，你拿不住我，你女儿何志贤带着一批八路军伤员，你把他弹到哪儿去了？你说。好，姓谢的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哼。老爷子别跟他怄气，快拿个主意吧。别搅和我，让我好好的想想。哎，凤儿，你就到那二姑家躲几天，过两天娘就接你回来啊。凤儿别怕啊。哎，这世道还真不好混嘞。谢老庄在家呢没？老爷子，这又怎么了？刁队长敬你。啊！别着急，一会儿就回来。走，哎，走。老爷子，走走。老爷子，你早点回来呀！哎呦，姑爷。您找我来干什么呀？是不是商量办那件婚事儿？嗯，我们全家正为那事儿高兴的犯愁嘞。我正琢磨着到哪儿借点钱，办得像个样子。那何大拿没跟您说吗？姑爷，在这儿说话要是不方便的话，咱们还是回家说去，也好跟您丈母娘啊。好好的合计合计，不是？嗯，你们两个先回去歇着。哎哎，世贵，你这是干什么呢？啊？那何大拿跟你说什么了？咱爷俩可不是外人，有什么话照直甭。听何大拿说，你就是把小凤剁吧剁吧喂了狗，也不让我刁世贵尝到腥味儿。那个老小子呀，他什么屎都拉，就是不拉人屎。
你是不知道啊，他在我手里有短处啊。嗯，他女儿就是八路军，他明里当乡长，暗地里抗日呢，他背后啊还骂你呢。嗯，这个老王八蛋，我把他抓起来。我别忙别忙，等抓住他的证据以后啊再说，现在先忙着办咱们的喜事儿，先让这个老小子呀别扭别扭。老丈人，我想这桩婚事明天就办。明天？嗯，对，明天就这么定了。局长，村里有什么情况吗？刁石棍娶了谢老壮的女儿小凤了。哦，什么时候？就在今天，他带领手下一部分人准备回刁家楼迎亲，小李庄留守的人不多了。这正是个好机会。对，把他在小李庄的窝端了。对，从上次他和猪头小队长的冲突可以看出，刁石棍手下的人还是有良心的，我们可以趁机做做争取工作。不行，不行就断了他。好，我先摸摸情况，等刁石棍一迎亲，咱们就行动。好。咱们换个新鲜的，你们把步子再给我甩大点儿。今天是我吉利的日子，都给我精神点啊！哎，把高司令送的那个洋喇叭拿出来，让大伙儿高兴高兴。生日不是哩哩的来，开的你什么的花的来？小姐的妹妹来唱花，鸡巴啷当响啷响，咯啦，二子也是你来。还害臊我呢，还害臊我啊！哎呦，老丈人来了吗？老少爷们儿，大家都是三头五脸的，都论得上是亲戚，请大家万万别会说话。哎呦，我又不是新鲜货，你往我脸上看呀！大家悠着点儿啊，这个玩玩去，悠着点儿，悠着点儿。干什么呢？都他妈干什么呢？看得起我的搁这待会儿，看不起我滚出去！高兴的事，滚！别推人呢。这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我刁石棍，没人敢欺负你。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吧。哎，有人来了，干什么呀？这怎么闯进来了？弟兄们，别紧张，今天我们是来看望大家的，没有动武的意思，有什么事儿都可以商量嘛。刁队长不在，没得商量。什么意思？要我们反正没门儿，八路军再好啊，
那也不行，他们快完蛋了。想了咱们做垫背，咱们不干，啊，对吧？啊，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就凭咱们这几号人，也想起义，闹事儿，这能行吗？瞧你们这胆儿，不像话。怎么不行？杀鬼子投八路，这是光荣的事儿。有点中国人的味儿，就甭含糊。弟兄们。大家还是先坐下。今天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谈谈。我知道在座的弟兄们都是有良心的，我们今天来是想和大家商量一起打鬼子的事儿。嗯，坐坐。哎哎，科长，科长，多喝点，多喝点。来，哎哎哎，坐坐坐，慢着，慢着，去买上，买上，买上。哎，队长啊，今儿可是你大喜的日子，你干嘛把新媳妇藏在屋里呢？让她出来陪弟兄们多喝两杯啊！那就没你什么事儿了。上菜，上菜，喝喝喝喝喝。哎。真行动，哎，我已经跟你说了不少了，来陪我喝里面。从今儿起，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有什么不踏实的？你要是信不过我，你拿枪崩了我吧。怎么样？你倒是说话呀。嗯，哦，好热闹啊。吊车，吊车。哎哎呦，大哥你来了，兄弟等你多时了。恭喜恭喜，大哥来迟一步，几日不见，你牛槽子改棺材成人了。哪儿啊，哪儿，托您的福啊，弟兄们给大哥倒酒。好，我今天要好好喝他几大杯，为老弟贺喜。那好的，好好好。高司令，现在战局这么紧张，你的部下不执行军务，却在这里娶什么花姑娘，还搞这么大的排场，你就不怕八路军共产党夺了你的老窝？太君，我刁石棍四十大几的人了，娶个媳妇儿不算怪事吧？别说了。你不能过去，大哥，你不，你，你们管不了我，刁石棍，你太不给我面子了，你喝醉了，大哥，别给。この野郎して、一応これ返してる。はい。你们想干什么？我刁石棍不再干你们。刁石棍，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花姑娘把你给迷住了，压下去。我不怕你们，刁石棍。
石棍不怕你们，你们管不了我。你，啊，果然很漂亮。来，喝一杯。嗯。哎。嗯。怎么，你弟看不起我？嗯。嗯。爹良心爹，坏了坏了爹。我就日你毛利八辈祖宗！小黑，队长，大哥，你们都给我躲开！谁要是拦着我，包了他！别去！哎，大哥，队长，大哥，你不能去，都不能去！你们都给我滚开！哎哎，什么人？刁石棍，我劝你啊，别去！你不要多心。我是萧飞。嗯，把他枪下了。没敢动。老丁，把他放开。嗯。刁队长，咱们认识。我佩服你身上那股子血性。可就这么和日本人拼命，会是什么结果呢？在大庙里。你那小队弟兄死得还不够惨吗？今天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弟兄们，咱们都是吃大平原的麦子长大的，咱们应该团结起来和日本人干。
你说呢，刁队长？今天请弟兄们喝酒，都要喝个痛快。从前喝酒都是弟兄们先敬我，这回我先敬弟兄们。现在咱们给日本人干事，但日本人不把咱们当人。今天本来是我大喜日子，可是喜事没有办成，小凤让毛利给逼死了。你们知道吧，我从前带的那帮弟兄哪儿去了吗？让小日本给杀了，这个仇我是非报不可。大哥你甭说了，弟兄们咱们都听大哥的。对，大哥，大哥，大哥，说吧，说吧，说吧，咱不为别的，咱们跟着八路了。请。弟兄们，从今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咱们要竭尽全力利用这次出殡的机会端掉鬼子的炮楼，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大反攻，把日本鬼子赶出华北大平原。
这件腰刀，一定要守住。高司令，你的部下投奔了八路，你去把他们消灭掉。你的不服从命令的，死了死了敌友。哎，他妈的，我日他雕成我的牢笼。Ugh!